黄河滩区啊，十八大以后我就关心这个问题，全面开展搬迁，迁建，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。共产党是干什么的？是为人民服务的。所以看看有哪些事儿，我们要办好；有哪些事儿，必须加快步伐办好。治理好黄河就是其中的一件事儿。看到你们安居乐业。 乡村振兴继续发展，我感到很欣慰，啊，在这里呢，祝你们家庭幸福，事业昌顺，身体健康，孩子们茁壮成长。